在同志，莫斯科卫戍部队为庆祝胜利大阅兵，整队完毕，请检阅。1945年6月24日，当莫斯科举行庆祝胜利大阅兵的时刻，欧洲的上空有一架飞机在飞行。飞机上乘坐着前往巴黎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苏联代表团。莫斯科，姑娘们，莫斯科，这是乌克兰一方面军。他们从乌克兰草原到布拉格，行程数千公里。这些来自各方的妇女，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场胜利是用什么样的代价换来的。要，我想买他娘牌的。哦，今天只有玛莎、萨莎牌的。来，那就请您卖给我吧。我们这请你排队，非常好。我们大卫，我去给孩子们后边排队，请后边排队。这样不好，大卫同志。你对不起，请原谅。拿着吧，孩子们。可以跟你谈谈吧。你谈吧。我回家，我们住在莫斯科郊区，星期六就放假，我们在莫斯科可以待两天。是吗？当然这也许没有什么特殊的，不过在家有两整天。请进，请吧。有我的电话吗，维罗奇卡？市里的普罗宁来电话，请你等他。嗯，请进吧。你请坐。同志，你请谈吧。就是这么回事儿。
请您别生我的气，看来我该走了。看来我该走了，你太拘束了。既然在街上就想谈，那就是说你有要紧事。说实话，请您别生我的气，我。我是玻璃做完。对吧，西里包括洛伊奇。我知道，我要亲自检查。好的。也许你在笑话我吧。你给我上了一课。也许是吧。就这样吧。请问你们领导他叫什么？柳波夫·亚历山德罗夫呢？这名字妙极了。为了几个。哎，好，我乐叫维拉快一点，哎，靠近妈妈。好好好，再近点，再近点。等我。哎，好，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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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万大叔呢？哎，爸爸等你了。叫你，不要叫我们。哎，快快快，要等多久啊？来了来了，爸爸你坐这儿吧。伊万大叔，你坐爸爸身边。啊，行啊。靠紧点，靠紧点。别动，爸爸。我是丽莎，我是丽莎，近点来。我是丽莎，坐下。好，瓦西里，抱抱瓦西丽莎。好，我们现在坐好了，别闹，宝贝。现在可以开了。啊，妈妈，好。来，好好认一认，认一认。你忘了吗？好好想想，我教谁骑马来着？啊？哦，伊万大叔、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瓦西里现在是装甲部队的大尉了。啊，好样的。同志们，音乐会就要开始了，老爷爷，大家等着你呢。哦，我准备好了。嗯，一定要带上，当然了，我不会忘记的。走吧，走吧，小宝贝儿，我们把琴带上。好了，现在瞧一瞧，我看很好，啊？好啊。请找一下鲍里索瓦。参谋长，请通报一下，我是瓦西里大卫。你好，鲍里索瓦同志。对，又是我。嗯，请你一定要原谅我，把事情弄成这样。说真的，我向你发誓，我只能这么做。现在请你来我们家做客，全家人都在。我哥哥从列宁格勒来，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学者。我再给你介绍一位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英雄。哦，还有
我妹妹也邀请你来我们家做客。她是谁？你快说。谁呀？我们邀请你来我们家做客。我们邀请你来做客，很高兴见到你。好样的。他说他有个会议。怎么恋爱了？这下完了。怎么了？我完了，全完了。好，你回去吧。你好。你好，晚上好。你好，鲍律师。你好。你好。Il pleut sur la route, le torrent déroule. 你好，鲍律师阿姨。你好，急着去哪儿啊？去看电影。告诉你，妈妈煮了肉汤。我让他俩吃饱了，他睡着了。是吗？是的，我得走了。跟你妈妈说谢谢他。好嘞。我没睡着，我没睡着，我刚才是装睡。好了好了，该睡觉了。来吧，好了，睡吧。瞧你小调皮。妈妈，我等了你那么久。轻点，轻点，轻点。妈妈，你坐会儿好吗？好好好，坐一会儿。跟我说点什么吧。嗯。跟你说点什么呢？说说你小时候，八岁。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很小的城镇里。伊林。野林，我们家有间小屋，屋后有个菜园子。可爱的小花园，它不怕白雪，它不怕狂风，它思念春天。可白白白雪会融化。暴雨会停歇，我的小花园将开满鲜花。我是鲍利索瓦。好的。瓦利索瓦同志，请上车。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莫斯科在广播，莫斯科在广播，苏联政府声明，苏联的全体男女公民们，在今天6月22日清晨4点，德国军队不宣而战，
向我国发起进攻。指挥员同志，剩下的油加到我们的坦克上，到时候可以出动。是，求李龙。在，跟司令部联系，报告燃料弹药都快完了，我到步兵那儿去。明白。站住！去哪儿啊？站住！叫你站住！发命令吧，发命令吧！指挥员在哪儿？被打死了！出来看快！为什么不射击？打自己人！你去哪儿？那些坦克。坦克，坦克又怎么样？有手榴弹吗？快发手榴弹！你赶快到机枪那儿去，从侧翼迂回，快啊！要掩护步兵，下命令吧，下命令吧！别着急。头领，找两箱子弹，填满机枪，赶快把坦克开过来。明白。沉住气，怎么，你们让坦克消耗弹啊？先把坦克放过去，要记住，发动机在后面。各位同志，坦克的发动机在哪儿啊？结束，他就去防御工地。小姑娘，让开。沿着走廊，右边第三个。哦，他你啊，站在这儿会碰着。需要五份，得快点，等着要。好的。是，请你等会儿再打来。他你啊，你不能进去，妈妈在开会。阿姨，那我给妈妈写个字条，你交给她。防空部门在哪儿？好，你写吧。防空部门在哪儿？一直往前走。你好，菲奥多尔。你好，我刚刚还想到你呢。不，你没有想到我，区里根本没有想到我。是真的，菲奥多尔，民兵今天要出发了，想请你这位有经验的老战士讲讲话。少校，你把我当成博物馆的陈列品了。没办法，菲奥多尔，你这一季不归我们管，你不归区军事委员会管，我随便有哪一级管。总而言之，我请求，别管我是什么级，把我编入作战部队。维罗奇卡，日加罗啊，等一等。上午九点钟，何运站。何运站，
23日，慢27厂，25日，面粉联合厂，我们区负责这一段。同志们，请看，莫扎伊斯克防线在这儿。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防线上的工事都得由妇女们来完成。一小时后，一间房子都不能留下，懂吗？执行吧。出了什么事？舍利皮赫的居民们不让烧小木棚。那是住人的房子。什么住人的房子？巴里苏瓦同志，是些小破屋、火柴盒。我就是生在那种小破屋里。别性急，你亲自去一趟，向大伙解释清楚。同志嘎罗娃一起去，对那儿的情况他熟悉。没时间解释了，巴里苏瓦同志。再急也得把真实情况告诉老百姓。一颗燃烧弹就够受的了，防御工事就在边上。去解释一下，伦敦就是吃了燃烧弹的亏。那是伦敦，德国人到不了莫斯科。鲍里索瓦同志，瓦西里大卫来电话。是我。对对，当然记得，瓦西里同志。坦克在27厂，这是我们管的厂，正好厂长在我这儿。厂长同志，从前线运来了几辆坦克，应该帮他们修理一下。鲍里索瓦同志，这事我知道了。那是些什么坦克？嗯，造新的很容易些。造新的？啊，这位同志说他是工程师，要求给他一小组人。可哪有人呢？厂长同志，你再等一下，得要求大家在规定时间以外多干点活啊。同志们，相信工人同志们一定会愿意这么干的。当然会。我要亲自走一趟。好吧，我想办法帮助你，瓦西里同志。西里，你好，尤索夫大叔。我们家的人呢？你家里没人。今天你妈妈在医院里值班。是吗？你从哪儿来？送坦克到工厂，3天3夜没合眼了。能洗一下吗？行，我马上去给你烧点水。谢谢你大叔，真是太舒服了。这还用客气啊？你瞧，我就是这样，每天晚上爬上爬下，像个登山的防空嘛，我习惯了。瓦西里，你快去看看你妈妈，你还不知道吗？你哥哥没了。他在列宁格勒参加民兵。爸爸在哪儿？走了，参加民兵了。那大婶呢？那大婶参加突击队了。卫生员，你去休息吧，休息吧。我这会儿值班，明天一换班我就回来。嗯，去吧。我用一下。鲍里索瓦同志，听说你病了，我马上就要动身了，能向你来告别吗？
巴西里，孩子。这活儿。拿着。二病房的那位不行了。上帝保佑。说是要出院。哎，这怎么行？真没想到。没希望。是啊，没希望。进。请进来，瓦西里同志。请这边走。好，就这样吧。好的。你好。你好。对不起，我来的不是时候吧？不不，我们已经谈好了。再见。再见，同志们。星期一，我等你们拿出方案来。尽量完成。不，一定要完成。星期一。是。请这边来，请坐，我去给你拿点茶。你好。你好。啊，我们的小战士回来了。妈妈，我肚子真饿。你知道吗？有人来这儿谈工作。我们先煮点茶喝吧。好吃吗？嗯，肚子饿的时候就好吃，平时不觉得。是啊。啊，这个我倒忘了，这个是我妈妈给的。你吃吧。谢谢。喏，怎么样？嗯，好吃。你很饿吗？嗯。吃吧，这还有呢。塔尼亚。妈妈，是这位同志给我的，可我还不认识他。那就认识一下吧。那好吧。我叫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奥尔洛夫。我名字叫小，哦，丹尼亚。我在防空部门担任工作。我在部队担任工作。你知道吗？我们的士兵们为什么往回跑？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脸。有一个留小胡子的士兵一边跑一边喊：“下命令啊，下命令啊！”可我们没有一颗手榴弹，没有一滴油。我们需要坦克，需要坦克。请别激动，再喝点茶吧。请原谅我，我哥哥牺牲了。对于军人来说，战死是本分。可他，遗憾你那天没来我们家做客。我家乡是个小城市，那儿编织的花边很有名。瞧着照片，我妈妈坐着，她手里拿的就是花边。我是波利索瓦。不，我没睡，按预定时间6点。你怎么了？当然，开过来吧。
都已经天亮了。天亮了。不该走了。可你还在生病啊。不能不去。看来你这儿也是前线，可我还在耽误你的休息，请你原谅。哎呀，怎么拿这么多？就需要这么多，太多了。让开点，让开点。哎，好了。我要去工地了，哎，再见，谢哥，快上，好，哎，妈妈，快一点，哎，汤尼啊，你要干嘛？我也要去工地。我们俩在防控部门工作，发给你防毒面具了。发了。主要是要考虑好住房，要有地方烤干衣服，你亲自检查一下伙食情况。保利斯瓦同志。准备好了，等人上满了就可以走了。那好，马上出发。是。一路平安，过几天我会来的。出发吧。你们现在最急需的是什么？铁锹、人力都不够，缺的太多了。知道，给点就行了。怎么弄成这样，孩子？要忍着点，这可怎么办？你干活怎么不戴手套？没有手套不够用。问题不在这儿。妈妈，走吧。火是糟透了，喝清汤。叫树务长来。嗯。这不能怪我，我是按规定做的。谁规定的？那还用说。你好，波利索尔同志。你汇报一下供应情况。供应情况，这儿一切都很好。都很好。都很好。我要送你上军事法庭。请允许。不允许，你简直混账透顶。波利索尔同志。你说你到底克扣了多少油？波利索瓦同志啊，我把事情全说清楚。事情是这样的，油嘛，我们是有点没给足，才少了五克。才少五克？我们工地上有8000个人在干活，少五克一昼夜就是40公斤，你这是在盗窃。波利索瓦同志，你看看你这是在盗窃什么人的？让我解释清楚，我这都是有账的。把他给我押走。船舱去，不要都急着右舷。妈妈，你别把我送走。大妮啊，听我说，时间不会很长，不会长，好孩子，你会懂的。你看多漂亮的船呢，用不了多久我就来接你，我们又会在一起的，好不好？大妮啊，就这样吧。妈妈，我保证不妨碍你的工作，请你不要送我走。丹尼，丹尼不会很久，绝对。
对不会很久，我很快就会把你接回来。大女儿，大女儿，别哭了，我很快把你接回来。你快走吧，大女儿，大女儿，走。别送我走。别哭了，大女儿，你走吧，走吧，好孩子，听话。大女儿，大女儿。回家吧，快走吧。大娘，大娘，我没法带着你，我没有办法带着你。我们回家去，我得马上走。我们回家吧，妈妈。我不能，我不能留在这儿。大娘，回去吧，妈妈。再走，我得马上离开。放心吧，同志，你放心吧。走，走吧，大娘。妈妈，妙莎，我们去指挥部。居民带出危险区，快点带出去，快一点，快一点，快点跑，同志们动作快点，不要慌，不要慌，快过来，快过来，同志们快点，不要惊慌，仔细检查一下二楼，三姐快一点，小姑娘怎么样？她死了，检查一下，也许还能有救，她已经死了。很好很好，都安排好了。好，地方够用吗？安排得下吗？没问题，分散安排。来，下一个，下一个。同志，电话在什么地方？在楼上。好，放心。来。指挥部吗？我是波利索瓦。我们正在做善后工作，分散居民，清晨以前能够安置完。怎么？全找波利索瓦？找波利索瓦？我也是。据说他能听大伙的意见。年纪轻吗？不知道。年纪轻是吗？出嫁了？好像没出嫁。你说什么？那你也找波利索瓦？她是我妈妈，我在这儿坐一会儿，坐坐就走。哦，是这样。那家里有谁？家里没人，隔壁大婶有时候来看我，可他去工地了，妈妈也要去。哦，日子怎么过呢？怎么样，顺利吗？哼，顺利，鬼知道怎么回事，不像个女人，倒像条鳄鱼。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好吗？嗯。女公民，我有事。你去哪儿？是，哎，没什么，没什么，请等等，不能进去。保利索瓦同志，就这么决定吧。这是我们的申请书，我们不被炸死也会被折腾死的，一会儿停车，一会儿躲警报，没完没了的。今后我们不躲了，车床也不停了，我们干活，一个劲儿的干活。不不，这事儿我们自己不能决定，需要请示司令部。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决定。你好。你好，找我吗？
我本来想等你空点再来，可人一个接着一个的，你有什么急事？事情倒也不急，已经凉了。瓦西里走了，他对我说：“好好照顾波利索瓦，他太不顾自己了。”波利索同志，过会儿我们再来找你吧。啊，不不，同志们请别走，别走别走，大家都有份儿。对对，同志们别走，请大家吃吧。哈哈，这个嘛，我们自己来决定吧。还有你女儿，让她跟着我吧，我来照顾她，她挺机灵的，还能给我帮忙呢。大娘，你要好好的看着她，记住了，不能让她动，她是孩子，你是大人。行了。哦，没事没事。哦，卫生员，别动，安静，同志，安静，你不能够动，小声点，你不能够动，你好好的躺着，我来给你唱支歌。可爱的小花园，它不怕白雪，它不怕狂风，他思念春天，白雪会融化，暴雨会停息。我的小花园将开满鲜花。瓦西里大卫在那儿，谢谢，请吧。指挥员同志，也不跟你中尉奉命前来报道。也不跟你，你怎么来了？就这么来了。好样的，来吧。我要求到你的旅，不反对吧？不反对。我正缺个联络官呢，差事不错，可以到处跑。当联络官？真亏你想得出。那请允许我马上就履行我的职责。什么？给你带来一封信。谁写的？知名人士，一位女士。快给我，你得跳一下，给我一下，给我一下，压死我了，走，给你给我。你见到他了？我没见到。那这信是哪来的？知道吗？是妈妈跟他说，写点什么吧。嗯。借此机会祝愿你作战取得胜利，是以共产主义的敬礼，波利索瓦。老兄，这是世界上最伤感的作品，比莎士比亚写的还高明。亲爱的鲍里索瓦同志，你好，你的信我收到了，非常感谢。昨天有件意料不到的事情，我们的列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我突然听到叶列子趁停车的时候，我赶紧跑到河边，岸边的房屋在暮色下模模糊糊的，我仿佛觉得一扇小门就要打开了，你就会从里面走出来。那天深夜在莫斯科，你跟我谈了你家乡的小镇，你母亲的死，我了解了这一切之后，唯一的想法是你应该得到幸福。别生我的气，明天我们就要突围了，是生是死，你将永远在我心中。
怎么样，就答应了吧。眼下哪有时间，爱永远有时间。分散安排了，全安顿好了。牺牲的呢？回来了，都回来了，要葬在家里，在莫斯科。女工同志们，家庭主妇，母亲和妻子，他们全都是保卫莫斯科的英勇战士，应该享有战士的荣誉。一小时以后就回来，明白。遗憾，真想跟你妈妈告别一下。你再等会儿，她就回来的。没时间了。你上前线？上前线。那儿可怕吗？非常危险。那你害怕死吗？你知道吗？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总是回答，我战胜恐惧，说不怕总感到不大自在。对你，我可以说，我不怕死。懂吗？这个我懂，我你死的时候也不害怕。你死的时候？大轰炸那天，别人家的孩子都跟着妈妈，可我妈妈不要我，她走了，我就决定去死。等等等等，告诉你妈妈了？没有。好样的。我说咱们俩定一个协议，你看怎么样？别提这事儿了。这算是秘密？军事秘密。嗯。说
说定了。嗯，我该。我给你跳个舞，想看吗？我给生源演出，正在排练，开始排练了。开始排练吧。嗯。我想看。好，桌子得搬开，请帮一下忙。好了。现在请坐下，眼睛闭上。没好没好。好了。信我看到了，总算赶上了。我做时间很紧，可要说的话有很多。不不，你什么也不用说。对不起，该出发了。出发吧。是。在眼下这种时候。对，眼下。正因为是眼下这种时候，我更想让你知道，我对你跟塔尼亚，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一定给你写信。你再考虑一下，别急着回答。你还有一个女儿。我同意。能坚持。能。那么你就马上组织这些地下小组，要挑选经受过考验的人，特别是通过一些小事往往能识别人。你自己嘛，你会干些什么？
我小的时候织过花边。哦，真没想到。我生长在野莲子，那儿的妇女都会。太好了，那你就是在家干活的女工。好吧，你家里的照片和所有的文件必须销毁，让人指导你一下。请帕弗洛夫同志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有个个人请求。嗯。如果我有什么意外，送我女儿去保育院。鲍里斯瓦同志，我该怎么说呢？塔尼亚有父亲。他另有家庭了，我和孩子一直两个人过。我希望塔尼亚能成为坚强独立的人。我就是在保育院受的教育，我要求你把他送到保育院，这样更好。们，你们知道吗？敌人在莫斯科投下了上千辆坦克。根据我的经验，对于勇士，坦克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复杂情况下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在紧要关头，不能，绝不能胆怯。要记住，这非常重要。新兵组织好了，再进行训练。制服还没有。制服明天会发下来的。这怎么能来得及呢？我们准备明天就出发上前线。放心，有办法。太好了，谢谢。我说尼古拉同志，枪支怎么办？步枪也不够，手榴弹也没有。现在就去26厂，请他们帮忙解决。走吧。嗯。你们队里那个日加洛夫希尔盖还没满18岁呢，你叫他回家找妈妈去。列维亚金大卫。鲍里斯瓦同志，鲍里斯瓦同志，你好。你好，有事吗？怎么回事？对不起。上车吧，上车。这姑娘是谁？娜塔莎，莫斯科大学的。应该向老百姓解释。我解释过了。那就是没说清楚。看来没说清楚。同志们，你们不要喊叫，同志们，你们不要喊。我是鲍里索瓦，我和你们一起留在这儿。瞧，第一书记也在这儿，谁也没有扔下你们不管。等一等，安静点。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请你到我这儿来。伊尔米洛瓦，你过来。是叫我？对对，你过来。嗯，认识我吗，伊尔米洛瓦？认识，尼古拉·费德洛维奇。同志们，你们认识这位妇女吗？当然，认识，认识。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情？啊，伊尔米洛瓦？你不知道，厂长要逃跑，瞧那些装得满满的汽车，我们把他给抓住了，关起来了，汽车不能放走，不能放走。还有什么？领导都从莫斯科逃跑了，我们的工资拖了3天没发了。那这样吧，我们先谈第一点。你们刚才提到的关于领导从莫斯科逃跑的事儿，瞧我这个区委书记就站在这儿。保利索瓦同志，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我们都坚守在岗位上，是不是要打一个电话给斯大林同志？还有第二点，关于工厂撤退的事儿，这是国防委员会给我们下达的一项命令。难道你们想让德国人把工厂的贵重设备都炸光吗？在设备撤走之后，我们还要在工厂的场地上立即生产哥斯卡手榴弹。第三点，安静点。第三点，工资
三天后发给你们。好了，那么你们打开门，把厂长放出来吧。发生了什么事？你去问经理吧，他在那边。要去哪儿？布拉迪米尔。同志们，我有执行委员会的命令。费多托夫，谁给你的命令？弗里索瓦同志，德国空降兵到了菲列。你疯了吗，费多托夫？弗里索瓦同志要看清形势。交出党证。党证没用了，党证没用了。交出党证。过几个小时德国人就要到这儿了，会杀了所有的人，像宰鸡那样。还有商店的钥匙。你这败类。其他的车呢？站住同志们，你们去哪儿？拉呀，汽车来了吗？汽车没来。同志们，你们要去哪儿？天哪，其他的汽车呢？别惊慌同志们，别惊慌。同志们，汽车马上就会来的，你们去哪儿？普列斯基同志，鲍里索瓦，请求再给我增派两辆卡车，得把医院的全部伤员送走。不管怎么说，我请求你了，我恳求你了。你没权利这样，你工作中发号施令可私事不行。你嚷什么？别这样，鲍里索瓦同志，别这样。把我从新兵队里撵出来，你还当我不知道呢？你离开少先队有多久了？我入团有半年了，他们看我有18岁。我看你还有19岁了呢。我去过洗澡堂，称过体重，有72公斤。到工地去，到你妈妈那儿去，就这样。我是鲍里索瓦。鲍里索瓦同志，我是个关心你的人。刚才总指挥部已经决定放弃莫斯科，你还是赶快走吧，再过一小时就来不及了。我是谁你就别管了。布里斯瓦同志，吉尔巴科夫在发言。德国人的军队在前线突破了我军的一段防线，我军在敌人的压力下，部分红军队伍已经撤退到莫斯科附近的防御阵地。莫斯科面临严重威胁，我们要为保卫莫斯科顽强的殊死的战斗，直到最后一滴血。瞧，怎么了，营长同志？敌人坦克要出动了。怎么，害怕了？没这回事儿。坚持住，尽最大的可能坚持住。去哪儿？等等，瞄准步兵，开火！注意，莫斯科在广播。
阶段的战斗中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战斗力。1941年12月6日，我军已转入反攻，对敌人两翼的突击集群发起了猛击。你们好，亲人们，我们已经踏上了德国的领土。此刻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心情，似乎前面不是柏林，而是莫斯科。瓦西里现在指挥一个军团，不久前司令员在会议上夸他是坚强的、成熟的、最英勇的指挥员。这一天收到了你的信，还有波利索瓦的五封信，我想瓦西里正会乐坏了。我就像是一阵风似的跳上了我的车，开足马力冲过了被敌人占领的一个村庄，那些无赖追着我，可他们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起初瓦西里他想揍我一顿，可后来他吻了我。好了，就写这些。我们身体非常健康，在准备打最后一仗。热烈的吻你妈妈，别担心，一切都很好，很快就会回来，也给你。简直不敢想象，要是没有你，我怎么生活？我经受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可我从没想过还会有令人无法承受的幸福。每天我和塔尼亚站在地图前面，他总是非常认真地挪动那些小旗子，寻找你战斗的地方。他写了一首小诗，要我记得。为了在今年打败敌人，战胜前进，前进，他也怎么样？那就前进。Moscow has not practically suffered from the assaults. How did you manage it? You mean Moscow defense area? Yes, precisely. I understand. 英国朋友很惊讶，尽管狂轰滥炸，可莫斯科没有流露出一点痛苦。Yes, please. You see, we know that women have played the most active part in the defense of the country. 你好，维洛奇卡。你好。在里面吗？等等，不能进去。你好，维洛奇卡。有英国人找他。好极了。Yes, from the front. It might be her husband.我这儿有客人，家里大娘。你还在家？哦，你好啊！哦，你好！没忘了我吧？没忘。你好像老了点儿。是有点儿。你干什么？随便什么，我一闻就知道。妈妈为这事老骂我，说我是馋猫。你不是馋猫，你是个小兔子。
你们总把我当小孩看，说真的，我现在已经上三年级了，来，我给你看练习本，我还学会缝纽扣呢。他不怕白雪，他不怕狂风，我的小花园将开满鲜花。哦，你睡吧睡吧，妈妈还没回来呢。真是，我好久没做过梦了，睡得真香。你还得走吗？什么时候走？我很快就得走了。那你什么时候能再来，再也不走了呢？知道吗？我早就想跟你说了，我很爱你，也很爱你的妈妈。我非常非常想，等战争结束了，要是我，总之，要是我能够回来。我跟你妈妈，我们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你愿意吗？当然要你马上回答，恐怕很难。请相信，我是爱你的。你很快就会长大成人，到时候你都会明白的。我等着，你想想。不需要等，我愿意。同志们，柏林到了，现在着陆，飞机要加油。飞机上我还恨得要命，可现在看看这些孩子，他们干嘛要放自由，太可怜了。是可怜，希特勒曾经最后下的命令要放水淹掉地铁，里面全是德国妇女和儿童，他还想淹掉莫斯科呢。淹掉莫斯科？他是下过这样的命令。伯利克会送你去的，他在那儿打过仗。斯蒂凡斯多尔沃有60公里的路，就到这个小树林，来回2个小时。他是个好样的指挥员，第一个渡过奥德河，总是冲在前面，看来他相信自己，福星高照。那一次他亲自率领丘里洛夫的旅去突击，事后我们才知道，在那个该死的树林里有3个师的德国兵。
就是在那边。不受伤了，在哪？在那儿。见鬼！是胳膊吗？肩膀。手还能动吗？还可以。总算还好。想喝点吗？阿伯，来根烟吧。给。比鲁克，在，准备运输车，快送他走。是，我还能行。别逞英雄了，快走吧。哎，你猜猜哪只耳朵响了？对，被包围了，快抽吧。被包围了。同志，这是怎么了？啊！莫西里，指挥员同志，莫西里，伤在哪儿啊？脊椎骨，行，打断，轻点，轻点，看看，轻点，翻过来，轻点，轻点，当心，当心。不会是他，一定弄错了。
用语言来安慰我们想派你代表我们的国家出席世界妇女代表大会请原谅我不能斗争的新阶段开始了为和平而斗争需要更大的力量和勇气你知道我从来不拒绝任务可现在请原谅我不能保利索瓦同志我相信你会去的政治信念、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如何？我以几百万苏联妇女的名义向你们呼吁，亲爱的姐妹们，现在不是流眼泪的时候。斗争正在用其他的形式，用另一种武器在继续。在这个大厅里，没有一个妇女没有遭受过战争年代的痛苦他们对任何事都不再惧怕要想威胁他们
阻止他们是徒劳的。让我们发誓，面对灾难深重的世界发誓，要同各种形式的法西斯斗争，为和平而战，要把地球上的每一个孩子当作亲生儿女。这就是那些为自由献身的人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妈妈，我不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他答应我的，妈妈，他会回来的。潘尼亚的童年就这样结束，在礼炮声中，人们欢乐，人们哀悼，他们希望这是人世间的最后一次战争。40年过去了，我仍然在等待。突然那一天，门打开了，他走进来对我说：“你好，没忘了我吧？”我一点没忘。影片中叙述的这段经历，我们没有用真实性，但苏联英雄禁卫军上校瓦西里这个人物，我们保留了原名。他的扮演者是鲍里斯涅夫佐罗。鲍里索瓦由柳德米拉扎伊采瓦扮演。塔尼亚由阿克萨娜扎哈罗瓦扮演。今天是1985年5月9日，庆祝胜利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我知道，首先来到红场的是那些在战争中没能回来的人，他们和我们在一起，庄严地告诉人们，生命战胜了死亡。开始了。